6月27日，电影《攀登者》在上海举办首映礼，导演李仁港、吴京、张译、井柏然、王景春、何林、刘晓峰、屈尼次仁、拉瓦罗布、邹市明、曹可凡等人纷纷出席。何林白色深 V 领透视礼服秀好身材，吴京抿嘴歪头十分可爱，与张译并排护送导演进场。井柏然穿西装留短发，秒变绅士。九秀天后潘晓婷一身粉妆甜美可爱。据悉，攀登者讲述了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，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故事。此前据猫眼数据显示，由吴京、章子怡、张译、井柏然、胡歌等主演的攀登者在9月27日15点52分预售票房突破1亿元，也是2019国庆档第二部预售票房迈过1亿元大关的影片。该片28日将开启大规模点映，30日正式上映。